姓名笨蛋美女，不是我。在三公的拉票环节，姐姐在手上打了小抄，但是哎，被擦掉了。这一局我们始终相信，在一起好事将近，玫瑰带刺也散发香气，乘风破浪，我是朱洁静。我们花镜演出，花尽全力，感情投入，全心全意。我们投票是你们快乐的发源地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丽。别人回复网友说记忆不行，没想到鼻也不行，气。这个有什么想回应的吗？失算了，就不知道上台紧张，手心会出汗，所以下回这种情况呢，一定要用防水的。再定个妆，就是唱那首歌的前一秒喊出你的名字，我当时突然觉得我这个手上血了，这样就穿帮了。我马上机智的用了一只手，结果我发现所有的姐姐里面，只有我是用一只手的，我这个傻子。姐，我教你一招吧，不要写在手上，写在腿上是吗？不，写在你的手臂上，就而且还分开写。无名的人啊，我送你一杯酒，是这种吗？就是没经验。但是我们这五个姐姐里面，你知道机智姐姐是哪个姐姐吗？是谁 ？Jessica。嗯，因为人家写的是手缝的。哇、哦。上场前我说你怎么写在这儿，然后他就对我很会心的一笑，我说哦，有经验。这样闭上完全，你看他的手上这样是看不出来的，但是这样的时候他在这儿，后来我一看我说哎呀完了，来不及了。拍出来你就知道了。